百年短暂，无常迅速，人命在呼吸间，转瞬即逝啊！这是世尊在那个时候感叹世间人寿命短促。佛陀在世是生在简洁，佛告诉我们，人的寿命最长84000岁，这是一般平均年龄。最短呢是10岁，这个戒怎么算法呢？从最短的时期，每100年加1岁，一直加到84000岁，再从84000岁呢，每100年减1岁，又减到10岁，这个一增一减叫一个小节，20个小节是一个中节，4个中节是一个大节。佛法里面讲时间，释迦牟尼佛出现于世是简洁，简洁在100年。那么释迦牟尼佛离我们现在3000年了，现在人平均寿命70岁，所以中国人有常说，人生70古来稀，不满70岁而亡的太多了。中国外国这些有名的人，你去看看他的传记，50、60而亡的很多很多，占很大的比例。所以佛举例子，百年短暂，人命无常。所以想到《金刚经》后的如露亦如电，这首偈你能够细细去体会呀，哪有看不破的呢？人生有什么呢？什么都没有，一场空啊，有什么好计较啊？佛在般若会上教给我们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可是《金刚经》上没有因果不空这个句子，虽没有这个句子，意思有了。意思是哪一句呢？佛教菩萨教给菩萨，不设断灭相。不设断灭相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因果不空。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事实是什么？就是业因果报循环相续的现象，这就是因果不空。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所以佛教给我们应当是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是从这个理论，这个事实真相而说出的。这是说明修行要从断烦恼下手，也就是一定要从看破放下下手。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，你能掌握这个原则，你的功夫得力，你会得到佛法了真正的受用，你的心清净，你的智慧增长。我们今天在世间，世间哪一样东西最可贵呢？光阴可贵。迷的人把时光浪费掉了，那叫真可惜。觉悟的人一分一秒都不空过，他要用功办道。用什么功呢？看破放下，这叫真功夫。什么叫看破呢？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像这个经上所讲的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看在眼里，这是看破，一点都不迷啊。晓得所有一切境界，无非是业因果报循环的刹那生灭相续而已。念念如是观啊，知道所有现象是刹那生灭，根本不存在啊，这叫看破了。什么叫放下了？在境界里面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放下了。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放下了，这叫真看破，真放下了，彻底看破，彻底放下了。用这种功夫啊，这个功夫用的你看不出来呀、啊。你所看得出来什么？人家念佛，拿着念珠阿弥陀佛，这个用功你看出来了，
在读经你看出来了，在拜佛你看出来了，你看到了这有形的，那未必是真的。真功夫是一切明了心无挂碍啊，那是真功夫。这个功夫叫念念无间。如果一念功夫失掉了，你一念就迷了，迷的像什么？又分别又执着，又搞这个牵挂了，这就迷了。所以光阴宝贵啊，宝贵在这个地方，决定不允许一念迷惑颠倒，决定不允许一念又搞分别执着。所以我们要想明天，要想明年，太长远了，那叫大妄想啊。真正成功的人做佛做祖，他不想明天，他不想明年，也不想过去，他就抓住现在。什么人能够掌握到现前，这个人肯定成就。现前念念不舍弥陀，这个念念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的念念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这个人决定成佛了。要多久的时间？弥陀经上讲若一日，我们细心去观察去思维，一日可不可能？可能。一秒钟里头1600兆的念头，1024小时，还得了吗？不但他能往生，真正智心一出，他大成就了，他生10报庄严土。为什么？一听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念念提高警觉，也就是此地说的，这是佛门里的老话，人命在呼吸间。释迦牟尼佛在阿含经里说的，故人年寿旬尽，呼吸一停止了，这人就宣布死亡啊。旬尽为转瞬即逝，他太快了，人生苦短啊，真是无常迅速，人命在呼吸之间，转瞬即逝。这几句话就是印光大师天天把死字摆在额头上。老法师晚年闭关，我到他官房里面去看过，官房里面的小佛堂很简单，就一张方桌供一尊阿弥陀佛，一尊佛像，一个香炉，一杯水，一副蜡台，旁边一个银磬，一个小木鱼，墙壁后面挂了一个字，他老人家自己写的死字，天天面对着死，这还能不放下吗？这是老人示现给我们看的，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。但世人颠倒，不设苦空无常，但求幻妄之路，如恶扑火，自分其身。这是道法师教导我们的，疏忽了。这个世界确实佛这四个字讲得非常真实，这个世间是苦，是空，是无常。无常是刹那生灭，我们读过弥勒菩萨为我们的开始，这个世间的真相一秒钟有1600兆的生命，这是无常。念念不可得，这是空。古大德所讲的不断之空，因为他念头一个接一个，念念都是空的，不断之空，他用的字是无，无跟空是一个意思，真的是无所有，不可得。这个里头他究竟教我们什么呢？教我们这些苦空无常全是假的，假的就应该彻底放下，抓住一个东西
这个东西就是本经所说的核心，阿弥陀佛。一切无常，阿弥陀佛真常；一切苦空，阿弥陀佛不空。什么重要？阿弥陀佛重要。应该是所说二六五时钟，也就是一天24个小时，念念都要抓住阿弥陀佛，你就超越苦空无常了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常。那个地方是路，那个地方是有，那个地方是真常。信愿坚固，必定得生。念佛功夫前身，那个不是很重要，往生最重要。就是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也了不起，也是一生成佛。希望我们大家记住，要把握光阴，分秒必争，人命在呼吸间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甘露持名念之微，求上净土心意义，是观作业西风起，即见金朝花，也。